今天的人，我觉得你没有，没说你的绝美。哇，我手真的超大的，那个很好，又白又嫩又漂亮。可以，完事我不知道，我有点搭上。我也想，我也想，我今天是的，今天是的。我们今天和我们队的就是我今天和就是瑞子啊，我们一起来聚餐了。你们等好了，我可以跳不朽的。不要点餐了，这儿吗？我们还有三分钟，就不用老是在那个小组点。你才能打折。换一个吃的，还两分钟了，没事，就等了20分钟。不是，我不是说你帮我拿个卷子，对，还有一个他们的。兄弟，我要进去买火锅了。对呀。立马支架过来啊！好，谢谢你。我晕。那他们做了一堆的，是啊，就是那个公司会报销你的。反正。不重要，有饭吃就行。有一桌，我们要集体吃。这菠萝蜜很可爱的。对，要是老后面有个没有看过，但是过十来年啦，都是意思。后面有个 LED 屏，它这个爱心。就我的手机，好像也掉在地上还是干嘛？好了，你的手机。感觉这个光，我爱屏幕没事，就是说非常的惊讶，就是第一次出过那年过的一个惊喜，真的对，我觉得感觉搞得我蛮爽，哈哈哈哈哈，我就下了。小李又会去你十年了，看来你已经大学毕业十年了。口袋里的吗？在高人的口袋里。在外面太冷了，然后就派上宝宝就派上了用场。圆圆说：“我今天是不是跟他？其实我今天跟他穿的很像。”我说：“是的，我们里面都是毛衣。”我今天换了个包包，对，是的，然后它是个厚背包。太冷啊！但是我穿毛衣就很冷，没有毛衣。这个棒球，今年到了，我觉得我今天的妆很淡吧，就是。和前比起来，因为我今天来晚了，所以我今天化的妆就比较的简单。我自己妆可以吗？我自己来组装吧。它是会斜的。对，因为您到点了，没事，这个角度我喜欢斜着点。好了，他就在直播，在直播，然后
这次是那个公司报销的团建。死亡视角，你们无法想象，我的手机是斜的，现在。我要是有钱，我就自己好。还是这个角度会不会好一些？基本给你拿一个吧。嗯，需要需要，谢谢。谢谢昨日星辰，今日999个一元棒，谢谢你。谢谢小兰的糖果，谢谢。然后我当我以为我自己就是抢的已经足够多的时候，就是我越动，然后高然说话，快点快出吧，抢到782，有人不选，有人不选，我喝个水不吃羊了。我吃，我都可以。可以点啊，没点呀。公司报销还用大学生？那他有额度呀，那咱们可以就是多，就是，因为他的额度是这样的，他有4000的那个报销资金，所以你们我们就是可以多吃几顿啊，不一定说是用大学生的话就便宜一点嘛，对不对？我要脑花加一个，几个脑花？脑花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脑花。那就吃。OK， 三个吗？脑花。是因为我不吃脑花，所以我不够聪明吗？我吃啥 ？OK， 有豆花，豆花有没有？啊，对不起。你们先点自己想吃的，我也想要吃的。你会？小镇子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那怎么办才可以原谅我？我真心啊，留下口红印，我可不负责。没关系，我带了自己的。这个灯光很死亡啊，家人们。是这样的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星辰，因为太阳没有无法我吃不来的脑花，但是每个季度持续都有不同的节日，对的，我吃过脑花，但是也是爱脑花，没有新鲜感，它没有鲜，总觉得很奇怪。他们那个办公间有那个豆腐脑花，我也就是试了一口。好，我点了，大家今天的人再见，可以再看看有没有吃吗？有沙花，有沙花。我今天公演的时候，因为太紧张、太急忙了，我都没吃饭，因为饭都冷了。刚好晚上有聚餐，太饿了。没电了。你也在吃？锅底点了吗？锅底点了吧。先点锅底，后点菜品哦。锅底呀，锅底在这里。猪肚鸡是吗？怎么变成爱热闹？两大锅一个，这里面四宫格三个，怎么会今天只有一个锅呢？四宫格，今天点菜，我们今天这么多人，怎么点菜？我没有看到，因为声太吵，所以你们听不见。你等我点菜的时候，帮我点一个麦当劳。什么拼锅？帮我点个三鸡蛋。我想点。等会如果想点的话，没问题的。这个门能拆开，我们再再做一桌吗？待会儿给我切出来，我看看。对的，这个房间这边你坐不了，因为咱们的那个大的房间。我们现在也要，我下了，因为你讲，有些会用，我特别不注意，我要下工。
我要先喝点那个阻断液，就是吃碳水和油之前要喝的那个，谁懂？男生应该不懂吧？我朋友给我寄的。是因为我能理解的，但是我们这边的话是开的。20吧，大家早点吃饭。超
个整吧，三十。好了，你不学。高斯王的灯光，我们回去再好好播吧，好吧？回去再好好播。他的土钻叶，土钻叶。这个小帽子的问，没关系，这个是最小了，最小，没有这个帽子。对，不小一丢丢。没事，待会儿都换这个。我们其实也没有人会这样靠在上面吧？会有啊，没长骨头的。我们乐队的都很硬气啊，都很有那个，感觉今年过得好充实。我今天穿得很暖，真的很暖。冰冰没来，原本回来的时候说叫他一块儿来，然后到现在没来。谢谢松鼠的胸针。我不知道有没有用，是我朋友告诉我的，我朋友他给我的。然后结果就是，因为你灯光太死亡了，家人们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顺便我是顶光的原因吗？没有必，不必这样吧。他要是再不来，我就要吃饱了。我想看一眼。我给他喊酒，我要给你加个量。我给你吃了。先加入动物车一波吧。我没有喜欢吃哈密瓜，可是就是没有钱。我们明天都要上班，是吧？今年新衣服好像没见过。那你这句话说的真的是，对啊，那肯定就是新衣服呀、啊！我这么就是你们都懂，我一件衣服穿四次，对，你们都懂。我要是穿了没见过的衣服，那多半都是新衣服。先，哎，他豆花姐，天，我进不了这个关，太高了，那它是天花板的关。过二十杯，二杯续杯。为什么滞留广东呀？你回不去吗？格局小了，小了，格局小太小了。对呀、啊。我们上次十，对自己好一点，别冷感冒了，穿个牛仔衣，穿个衬衫，是没有办法度过。广州的冬天呢？我在穿棒球衣，你都穿羽绒服了，我是不是比别人慢着点？我发现别人已经开始穿厚外套的时候，我还在穿衬衫啊、短袖啊、卫衣。别人开始穿厚外套的时候，我还在穿这个卫衣。别人你们都在穿羽绒服了，我在穿棒球衣。要不要先下一先下单一下？裤子厚一点，帅哥是这样的，确实。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我都不穿秋裤，感觉那样一点都不帅。哇哦，果然是后面那个背景板的原因，现在光就不死亡了。那个是白墙的时候好死亡啊。我们也可以换几个，我然后更长的。这换的是小板凳。想吃想吃。我要换的那个小板凳。这不是黑色吗？太黑色了，黑色。光腿神器，那超假的，好吧，我才不穿呢。
们点了那么多，结果没电了。小小帅哥，小小帅哥，染发了，染成蓝发了。今天的我有没有一点那种侠客的感觉？就是穿最后一套的那种。对啊，下单的派子没电了，好好笑啊！小小帅哥，好死亡啊！下周再穿一次，为什么呀？对呀、啊，谢谢肥肠的玫瑰花。对啊，旁边是小弟。单马尾古装。你们有些什么要必吃的，我们就多点点。啊？怎么这个就所有都点个半分，怎么可能够呢？有土豆吗？我想吃土豆。对，那他们又没了。你给我。吹毛肚，我都给了。我以前点的。我来吧，我来。我还没点呢。不是重点吗？重点了，太卡了。啊！关系，你点的，我帮你点的。没有，没有。很媚戏，很媚戏是什么意思？很媚戏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我不够帅吗？我是帅哥呀！我当时，那我们两个不帅吗？两个单马尾，小鸟依人，小鸟依人，还有一分钟，还有一分钟我们就下播了，我哪里娘呢？我哪里娘啊！我小小帅哥，真是的，小小帅哥，我不，难道我不可以当一个矮冬瓜吗？小小帅哥组组，又改时间呢，就是改成20下了。我们现在是集体下播，就是对，谢谢麦亚新的苹果。娘个是什么东西？矮冬瓜组组。你们好，晚安了家人们。其实是因为我今天化的妆，其实我本身就是往媚系去化的，所以你们才会觉得我媚系，哈哈。我一点都没有要装帅的意思。好好好，我会看看他，拜拜。我专门心吃东西了，你们也记得吃哦，拜拜。我率先下播。队长做表率，拜拜啊！我们瑞子队长做表率下播了，我也要下了，拜拜喽，拜拜。好，好。